是的，你们吃了吗？我还没有，但听到你哎，对对对，他昨天奶茶剩了半点红枣，两袋鸡肉。邓，那我要不要挖出包被来？甜甜给你拱火，你也拜一下嘛。我说一句，哎，要不然我说一句，他又不灵，我拜他干嘛？就类似这种，要不然拜他干嘛？不灵，那行，那我你也拜他嘛？我拜他干啥嘞？我拜他干啥嘞？啊，我拜他干啥？我是有组织的。我是有组织的人，我是有什么组织？你有啥组织？这样操的。我说我有组织的人，因为他以前很可能就当过兵。后面需要更亮一些，然后这个你要从这儿打过来的。没，他说这后面这个背景这边需要更亮一些，然后这边不用打得太认真。好，然后咱们进一个灯进来。啊，从这边然后打这个背景，就打这块儿。对对对。要留头大还要关？啊，来要留头进的。然后这个光咱们再冷一点。这个吗？啊，对，这边这个没法变色温啊，因为它这个。完全是一年就是跑不出来。哦，那就换成一个我们能调的吧。但它出不了这种效果。跟迷人有办法吗？你这么亮啊？没这么亮。迷人可以啊，不用特别亮。OK 的，那换一个。这块降低。哦，来，峰哥，来先进屋有个柳头。开。好，那个香啊点着啊，再来一条啊，没事，挺好。啊，挺好，挺好，没事。今非昔比，没能昨天能跟今天比吗？大川，不是我说你，那你以前对你打的，哎，不跟我话说。有些事你要反省，对反省不要要。大川，不是我说你，有些事你还得反省一下。那你以前对你打的，哎。不敢对娃娃说，不敢对娃娃说，他是孩子，这叫娃娃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不对娃娃说，不对娃娃说。你今儿跑我这弄啥来着？我答应娃娃去大队买水枪，可走着就迷路了，咋也找不着大队了。啥？你个大队长找不见大队副了？哎，我得上班去。好，小孩带条件也行，没有问题的。梦嘛，他做梦的时候梦醒了，他有个大脑袋。你说？嗯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刚才要不带握手的话，这个还得紧，要不紧的话就不对了，感觉。可是走着就迷了路了。咋也找不着大队了。啥？你个大队长找不见大队铺呀？哎呀，先看着那边 啊，不动啊。看着木叶来的方向，就先看那边方向啊。好，先看见之后看着，啊、然后爷爷和我头看见土地公公看那边，你俩也转头看那边。好，就到这儿。那个跟土地公公说一下，是不是那个，就是不该叫大川小川，那个爷爷的名字应该叫刘静远。嗯，好。静远，好。哥，啊，同机位拍一个两人全一点的。저희같은셋업으로두사람다들어가게끔찍을게요我得上班去。
大油啊，到大队买水枪，可走着走着又迷了路了，啥也找不着了，回来了。啥？你跟大队长走不见大队部了？你看你那么傻死了！我得上班去。哎呀，怎么走这去了？小军的物理特效不错。他走进去了，你不看过去吗？来看。啊，你俩就他等他走进去了，你俩也看，跟着视线跟过去啊。叫马是吧？应该叫马。来，再来一下啊！这个位置我看，要不要再吹吹风？不是，我在想着他刚才那位置还挺有意思的，两个人缝之间。但如果直走上来呢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说这次我们从那树下去，就直冲着庙走得了。对，直走。刚才他那一弯弯大了，嗯。